咁啊，今日咧就係第一屆世界波喎，梗係有個大嘅足球喺度。咁啊，一陣間咧，麻煩李小姐咧同埋幼蘭咁啊，一齊咧手持住呢一個嘅旗仔，為我哋咁啊就係放上去咧，就係我哋呢個嘅足球上，咁啊亦都係咧象徵住超級無敵世界波正式進駐青衣城嘅。幼蘭可以行前少少啊！ 我好，住先啊！好，咁啊，有请李小姐同幼蓝帮我哋将呢支旗仔正式放上去咧，就系我哋呢个嘅世界波之上，青衣城超级无敌世界波嘅活动由今日至到4月22号。 喺青衣城会陪住大家一齐玩转假期嘅，我系咪咁多位嘅记者朋友同大会摄影师都影到合照咧？好，唔该晒，李小姐同埋唔该晒 Angel 啦。好啦，咁啊可以咧就系挺哥留一留步先，小朋友见到你就会好开心噶啦，因为咧就系你两个都好鬼猛啊，不如咁啊趁住呢一个。